快来看，中国硬汉实力太猛，闯下大祸。一拳将来华挑战的日本狂犬打得走不动路，日本选手还想起身负隅顽抗，结果不到三秒又躺尸在了擂台之上。台下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更是直呼过瘾。这位来华挑战的日本狂人叫三轮玉树，中国选手则是武僧一龙头号大弟子薛深震。此前三轮玉树战胜了三名中国选手，这让他觉得自己的实力已经到了无人能敌的地步，疯狂叫嚣中国选手，并且赛前还说要给薛深震打进棺材里，最后却被薛深震打得连他奶奶来了都不认识他。中国选手可是你能轻易碰瓷的，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两人的精彩对决。第一回合比